三六零出来玩。我现在吃东西前都要洗手，我先把这个拿去充电，我再利用充电的时间来轰动。吓死！撞到狗狗的前面，完全没电。好，午安，1:35，我现在吃东西前都要洗手。刚去 Seven 买这个帕玛森意大利面，然后待会现在1:30，我待会要把这个360，这个我借了一个礼拜了，还没有空来玩，我先把这个拿去充电，然后待会如果有时间出去外面拍一下。哦，今天好像拍这个好像还要烘豆子，豆子没有。所以，我再利用充电的时间来烘豆，烘完豆再出去，对，这样子才不会浪费时间。这样子，长这样。好，开豆。九九，来，入豆。好，3:21，我正在烘豆子，快要一爆了，现在188度，我设闹钟，好，我194，现在开始有烟，然后可以吸一些。好，云皮会开始上，好，开始一爆开始，好，温度再调小一点，下来，好，就这么简单，第一锅好了，二爆开始。好，待会要烘的是椰浆。好，第二锅也好了。哦，还是会有一点点银皮。好，一爆了就比较浅，有颜色。好，我们来现烘现喝，手冲。这边收一下。好，这个平板就直接关机。我以前会把这个档案留下来，后来我都不留，关机。其实烘豆。不难，那烘完之后呢，机器不要先关，就是让它继续转，然后把加热部分关掉，拉自然冷却，那晚一点再把它关掉就好。好，我们进去里面泡手冲。这刚刚烘的嘛，那我把它放到罐子。然后先不盖，椰浆，你再可以啊，用这个秤，好，把它放上来，好，这个刚烘起来很香，22克，龟苓。Coffee shop.
好，我会把最后我还有，我就把它拿起来。哦，可以，好，它配这个万华酥饼。好，那今天是礼拜六，我今天我们台湾这边新增五个案例，但五个案例是从第34个衍生出来的，那是从医院里面有三个是医护人员，对啊，我们很担心就是这样子。不过还有现在目前还是在可以被追踪的状态下，啊，万一有那种跑出像第32案例就是外佣，他是算是非法外佣。他跑出去，那个幅员之广大，从台北跑到高雄，哎，哦，那个如果没有追踪好的话，跑出去那个就很严重了。那目前日本跟韩国，像韩国一天增加500多例，我觉得这个会造成医疗崩溃，很可怕。然后待会，对，我待会360，哦，万拿，后面是萤幕了，那前面是镜头。啊，这是360那个第一次室内录影，啊，这个必须下载它的 Insta360R 的专用的 App。那我待会打算把它装到 GoGo 的前面，然后骑去那个 Costco。我老婆问不知道走了没？好吧，今天就这样子。那待会看情况，我不知道我会拍什么，也许不拍。啊，如果没有，明天我们再来聊好了。哦，今天先这样。The slow day, the calm, and the night will unfold. Never thought that I would. 360，我去 GoGo 楼换电池。现在完全没电，剩7%了，也没有都完全啊，所以速度只有时速20，比竹竿还慢。电池都在充电中。好，换完电了。哎，现在电池都充不饱，哎。
现在这个电池只有 80%， 像我等于一个月就要来换一次电池。好，回去。一个健保卡一张还是两张？对，一个健保卡一张。我两个健保卡，两张。两个。